CLUF 76秒是 Waves 公司推出的一款插件，模拟了两款经典的硬件压缩器，分别是 URA176LAN 和 URA1176SE。这两款硬件是受欢迎的压缩器，以其快速的响应和透明度而著称。以下是该插件的一些主要特点。模拟经典硬件 ,CLUF 76插件是对 URA1176LAN 和 URA1176SE 硬件的模拟，旨在保留其独特的音色和动态特性。快速的响应时间 ,1176 系列硬件以其非常快速的攻击时间而闻名，适用于需要紧凑、灵活的动态控制的音频源。用户友好的界面，插件提供简单直观的用户界面，包括峰值约束、输出、输入增益和按钮选择攻击释放时间的控件，适用于多种音频源。由于其快速、透明的特性，CLUF 76插件适用于各种音频源，包括声音、吉他、鼓等。O 按钮，插件提供 O 按钮，允许同时激活所有按钮，以模拟硬件上的 O Buttons 音模式，这为创造性的音频处理提供了一些独特的效果。CLUF 76插件是一款广受欢迎的硬件压缩器的数字模拟，为混音师提供了一种经典的、快速的压缩工具，适用于需要强调动态范围的音频源。